本环节呢，共会有两个小游戏，每次获胜的队伍呢，可以进行一次积分选择。如果选择的是稳妥的话呢，将直接获得我们两个粽子的奖励；如果选择冒险的话呢，可能是零，但也有可能翻倍变成四个粽子的奖励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的3、2、1，看这边。第一轮要上场的是张延琪、苏醒对秦霄贤、谭健策，来吧，有请。高手，高手。咱俩是谁泼谁玩？你玩的比较好吧？我玩啊，都行，我玩哪个都行。你不是玩的比较好吗？行行，对，苏醒和谭健次负责玩。啊？我们是不是在想，我们有没有战略的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来，哎，我第一回泼人，哎，好爽啊，好开心。我也想泼人。来啊，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方。石头剪刀布，你不不。好，来，大哥先攻。开始第一轮，三一看这边，哎呀，三一看这边，哎呀，那该我攻了啊！我都紧张，我也，哎，三二一看这边，哎呀，三二一看这边，哎呀，三二一看这边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哪泼呢，张延琪？脸呀，你脸怎么往裤子上泼？我给你。复盘一下，刚才是这样的，他自己泼的。我刚刚举起来，老秦拿他的盖儿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哎呀！好队友，好队友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哎，这个会换人吗？换人吗？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哎，他说的时候你要注意防守，好不好？我注意的，我很注意的。你手就没有拿过这个盾，你就一直拿着杯子。我主要叫攻击，我是最强的矛。现在1-0，苏醒积一分，先积到5分的获胜。三一看这边，该该，你喷，你喷，你不是，守护最好的醒哥，该，怎么样 ？Yes， 你泼呀，你干嘛呢？不是，不是，醒哥，你是玩我的是不是？他先转到左边，然后再转到那边的。三一看这边，我最后跟他是一致的吗？啊，这是这么玩的。卧底啊！大哥，我明白了，我真没泼过人，我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人家第一次干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现在1-1，1-1，来第三局，注意了，来，3、2、1，看这边，3、2、1，看这边，3、2、1，看这边。3、2、1看这边，咋？三二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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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，我弟弟。我终于知道泼人有多爽了！哇！王鹤棣，你哪一边的王鹤棣？哦，对啊！你怎么回事？哦，对啊，我刚不是一边，你我一拳头。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那太快了！我感觉这个看这边的鞭子还没说完，老秦就动手了。行，小醒，这是我就在这个游戏当中看到最完整、最彻底的一次，一杯水，也可能是我脸大。好，加油啊！我替你报仇，哥。给我提供一个方向，给我提供一个思路。现在2-1，大哥加油，大哥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呜呼！看这边。呜呼！看这边。呜呼！呜呼 ！Yes！ 呜！牛不牛？泼到了后脑勺，我可真打了。不是你这个泼的不太准，我照着脸泼的，躲了，躲了，躲了。你看我这个充分，你看我这个充分。好，我再准一点。你不能先拿杯，你就拿着杯怎么玩啊？太激动了，你把杯放这儿得了。不是，心太重。不是，是该他弄我，你拿一下盾行不行？好嘞，好嘞。就没有想防守的意识。好嘞。3、2、1，看这边。守护最好的醒哥，
You what？ 看这边，扩大，扩大。怎么播的是你啊？人生已快，人家等不来，有谁会去等？我好不容易守护住了，我说哎，一点没有。然后这边，这边的水就过来了。我看他泼不着了，我只能泼你了。是这样，你既然打开了这个游戏的新世界，那对方也可以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机会来了，不一定是谁身上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嗯，看这边。啊！你干嘛？太过分了！看这边。You what？太过分了！我们赢了！太过分了！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明明赢了！过分了！秦霄炎主打一个不好好玩，泼就完了。而且张延奇特别生气，还泼了两杯，还了一杯，打平了，还了一杯，好气啊！说实话，老秦举起杯子的时候，我都恍惚了，我以为我们输了，真的，恼羞成怒，我这。哦，有，不用，咱们俩就这么玩。咱们要不这样，把盾拿走。咱们就这么玩，来，来，来，我们俩这样，我们在这儿玩。不行，回来，坐下，玩，玩，玩。来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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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了！看这边！破了！好感人啊，拿连档啊，张延奇好帅啊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真的帅，每天一个脸出来，我绝了，学学人家，明白，学学人家，好好，四比四平，最后一把，弟弟靠你了，这把三二一，看这边！哇！看这边！哇！他站起来了。他护住了他。这是什么电视剧的最后一集吗？大结局，大结局。我们虽然输了，但是我们感人。